雪梨11,900块一袋。柠檬3,980块一袋。拿一袋。白萝卜1,950块一个。飘萝卜就要这个了。雪梨、白萝卜、红枣、生姜、开火、煮、煮30分钟。煮开了，雪梨萝卜汤。大家好，我是波波，여러분안녕하세요，波波입니다。요즘날씨너무추워서이런요리먹으면건강에좋아요，对身体很好。冬天的时候中国人喝萝卜雪梨汤，萝卜雪梨汤，여기서는汤라고얘기해요。한국어는뭐요？찌개？국물？汤？哎，몰라요。그냥이거먹으면몸을따뜻하게해줘요。갈래여기걸렸을때도도움이많이돼요。卡痰的时候，卡痰的时候很有用。卡痰的时候喝这个很有用。卡痰的时候喝这个很有用。肺에좋아요，对肺很好，对肺很好。여러분도해보세요，你们也试试吧，你们也试试吧。건강하세요，注意身体，再见。